280南方日报全国版斗门年内投 2.67 亿升级交通网络确定今年西部开发三大目标及重点。2015年7月14日5时55分珠海观察 AII04崔汝枝 HTTP 冒号双斜线 at paper.southcn.com 斜线 nfreally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448715.htm 为全面落实西部开发建设的战略部署，以打造产业高地、打造畅通斗门、打造生态宜居示范新城为总体目标。斗门于日前正式出台2015年西部开发建设斗门片区工作方案，以下简称工作方案，明确今年的各项工作重点和目标。据了解，斗门先进装备制造业总产